昨天偶遇的那个在缅甸这里做跨国婚姻介绍的这个兄弟啊，这个粉丝，然后他今天发我信息说约我去他住的地方去坐坐，聊聊天，然后介绍他老婆，给我看一看啊，来这里想要不要过去，但是我觉得他人还挺靠谱的，我就过去看看吧。然后一个是他告诉我说他住的那个地方也挺划算挺便宜的啊，反正我觉得经过昨天和他相处和他吃饭啊，我觉得他人应该是没有问题，我现在就去找他啊，让大家了解一下。我现在已经来到这个子飞住的地方啊，然后他带我进去看一下。哦，还不错，你们住的这个地方看着挺舒服的。这里 WiFi 怎么样？我去到哪里我最关心的问题就是网络的问题。他那边24小时。这个是你老婆对吧？对，我老婆。你老婆有没有中国名字？她叫小雪。小雪。对，小雪看起来挺娇小可人的啊。缅甸名字叫明德兰亲。还有点害羞啊。很小。你也算是老牛吃嫩草了，人老心不老。对。因为到缅甸就是因为离婚之后在国内他觉得肯定是不太好找，38岁了嘛。又有儿子肯定不太好找。后来我就发现那怎么办呢，不可能一个人过一辈子，那就来缅甸嘛。17年就过了，之后也是不太熟悉那边的文化呀，人的信仰呀，思想呀，大概是过了5年时间，才觉得对那边了解的深刻一些，后来遇到我老婆接触起来。那你们这个语言交流有没有问题？一开始肯定是有问题的，后来在怎么解决交流当中呢，我们得形成自己的语言体系，有时候是用英文的。他会说英文缅文的。比如我们说今天那个酒店就是 30 day。 money， 你像这些都是英文的单词，然后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说中文的。但是不是说我们一句话当中是中文，不是的，是一句话当中是英文中文缅文是混杂在一起，形成自己的语言体系。我说的话他能听得懂，他说的话我也能听得懂，但是别人是听不懂的，就是产生了你们自己的一个语言。对，就像两个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找一个外国女朋友老婆会不会交流障碍，这你完全放心。对，只要时间待久了，慢慢的就有这个东西了。聋哑人都可以交流，他也有手语嘛。对，都可以交流，何况两个能听见、能看见、能说话的、能沟通的两个人，那一定可以。你如果让你形容，你觉得这个缅甸女孩子的品行这一块，你觉得怎么样？缅甸，因为它的民族很多嘛，100多个民族，我们只谈缅甸的缅族嘛，就是缅族嘛。像2500年前，释迦牟尼来到缅甸，他是亲身来过的。从此之后，缅甸人大概是，80%人是信佛的，他们是真正的佛教徒。这个佛教徒有信仰，对吧？他们是有信仰。对，一个有信仰的人，就算他再怎么坏，他是有底线的。是的，他们有信仰的人，他相对敬畏比较多。对，他不会说做出出格的事情。而且缅甸女孩相对就是，非常温柔，也非常体贴，性格也非常内敛。对。然后我听，就是你说今天约我过来也是要给我拍一个视频，然后发到你的这个媒体上，看看就有没有女孩子就是看上我的，对吧？对，因为在我的理念当中，就是你要把你的一切展示出来，然后让女孩看到你。他首先要喜欢你，对你感兴趣，然后最后是爱上你。对对对，你说的没错，它是一个过程，而不是说我给你介绍女朋友之后你去追她去。这是不对的。对对对，那个确实点不到啊，如果那种的话他点更到，就别人冲着喜欢你过来更精准。 对啊，哇，你这个做的挺精准的。这个如果当一是一对一，那个挺不精准，那个难度挺大的。如果可能你看上人家，人家不一定看得上你，或者人家看上你呢，你看不上人家，对吧？我如果带你去女孩家里，她有很多因素，首先有父母的因素，有女孩的因素，决定跟你在一起和决定跟你不在一起，相亲成功与不成功，她
不是女孩自身的一个意愿，嗯，而是有其他的外在因素来进行干扰，嗯，所以像我们的情况就是，把你的情况发到我们的海外的这个套房上，女孩首先对你感兴趣，嗯、喜欢你、嗯，希望跟你接触，嗯、在接触过程当中爱上你，愿意跟你达成，就是说婚姻。对，我明白了。好，那我刚好我肯定也有很多粉丝啊，有这种想法，我就代替我的粉丝尝试一下，体验一下看看啊、嗯，看看有没有这个缘分啊。当然，如果说真的遇到我自己也心仪的，哎，肯定也会开始一段美妙的情缘啊。反正也是一种尝试。好，我们就尝试一下。现在我已经换了一套，看起来干净一点的衣服啊，然后剃了一个胡子，洗了一个头啊。这样的话，可能相对来说，缅甸女孩对我的印象会好一点啊。咱们不能因为长途旅行的人经常是邋里邋遢、油头油脸的，看起来就脏脏的。然后，因为在缅甸嘛，要穿的就是给人感觉凶一点，哎，坎肩，哎，露着一点肌肉啊。所以今天刚好遇到这个哥们，要说给我看看，发一个相亲视频，有没有缅甸女孩相中老周的？哎，太有意思了。刚才这个兄弟啊，我们已经帮我录好视频了，一个在缅甸相亲视频啊，就等着看看有没有哪个缅甸女孩相中我了。那就到时候有联系上的话，你就告诉我啊。好的。我就不打扰你俩了，我就回去休息去了。好的，啊、好的。好，谢谢，谢谢啊。客气了。嗯。好，辛苦了啊，小美女，谢谢你 ，Thank you。他比较害羞啊，你老婆。对。他年龄比较小，对对对，然后缅甸人他的性格比较内敛，对对对，就像二三十年前的中国的女人是一样的，非常含蓄，非常内敛，对对，不喜欢，不太喜欢就是声音大呀，很粗犷呀，他就是安安静静的，Thank you， 啊，这样，好，拜拜，嗯，拜拜。